为什么我们现在官兵要么在这个歌舞厅里出来的官兵，要么全是什么渔港啊十八沙出来的官兵。你们没发现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恶的流。说君子远庖厨，以后多去我们的超市买这个生鲜。你们不能借助自己家人要吃，去超市买三斤肉。啊，那个地方我们负责善的业力流转。啊，那是咱主持的道场。啊，我们开的超市都有这个功能。啊，哎，你这个你随便去那些杀生众的渔港，去那些十八杀，去那些肮脏的歌舞厅啊酒吧，那就是恶流的旋转，所以说你就会染病嘛。啊，所以说你看最近染病厉害的地方都是十八杀，都是这种什么渔港啊，各个国家都这样冷链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杀生业很重的地方。我们也有些人不理解，说哎，你们超市也卖生鲜，还卖活鱼活虾，不要紧，我们在进行善的流转。因为每次法会我们给他烧了很多金银纸，说他求死，为什么？不愿意做鱼嘛，做六道众生有什么好处？那就去极乐世界嘛，他也是有如来得相吗？你觉醒他吗？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是善流的善的流转，业力流转，还是恶的业力流转？那鱼被养了，你不杀，是不是有人杀？那个人杀，他又不超度他，是不是就是恶的业力流？他就要讨债还债。正面我们自己不能吃活鱼活虾，因为我们是修道人，所以是众生要吃。众生要吃，他不在你这买，他就在别处买。在你这买你的超度了，在那边买没有超度，去找他报仇了。你说到哪儿买呢？你说我们要不要做这种生鲜呢？是不是你没有大菩萨之德，你没有观音的那个包容，你就是啊，这跟我没有关系，杀生跟我没关系，他杀了你，你都去找他报仇雪恨。啊，我不杀，因为我要去极乐世界，我要当大菩萨。你太恶心了吧，你怎么不替众生担当一点？你哪里是修大菩提心？大菩提心在清凉地里面，不是我杀，我自己不能杀。啊，我不可能说我卖活鱼在那儿我把他杀了，这个不行。啊，那么被别人杀超度他的灵。啊，超度灵，鱼身不要了，灵给他超度走。那至少送三善道转世吧。用什么？用法呀。我们法会有很多法，孔雀明王法，这个地藏菩萨法，什么什么，这是灭定业真言，这些法的力量帮助他们。我们为这个才给他立牌位，才烧很多金。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是什么，菩提心的流转。这讲到菩提心必须要给你们讲，就是无不是佛法，只是你有没有清凉地菩萨摩诃萨，你有没有不动地，你还是为了贪你去杀你去吃啊？是不是这个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一定要得清凉。说最近下面什么声音都有，有一些到我这儿来，我以前会很生气，我现在啥气生不起来，很奇怪。他说师父谁谁谁又在下面说我们了，怎么你们超市里卖生鲜什么？我说哎，好像不生气。以前我就很生气，这个乌鸦嘴不好好跟师父学，还烂嚼舌头在那两舌。你要说你当着我的面说，你为什么在下面说张卜生的不是两舌吗？你不是犯口业，你不妄语啊？你怎么不跟师父说呢？师父我们不能杀生，你这个我高兴。啊，你在下面在别人的乱嚼舌头，师父又不是你，跟师父讲，我佩服你的勇气，我给你亲口解释，让你亲耳听什么是大菩提。啊，你不来，你在下面造口业。哎，但是我以前会说，现在不生气，很奇怪。啊，后来才知道，这个天天做法会，什么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，哎，清凉地了，哎，这挺好。欢迎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弘扬正法，广结善缘，功德无量。